港星李治廷1月19号回到香港出席商场活动，被问到绯闻女友范冰冰最近与李晨见家长形成双李争兵的局面，看起来已经成为输家的李治廷高度贯彻恩师黎明面对媒体时不谈私事的精神。这个我不想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个真的是回答有点累了。今天谢谢各位，希望还是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吧，说一些。好吧，那我们就谈一谈工作。李治廷和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传奇》因为尺度太大的原因被勒令整改，重新放映后却被发现很多女演员露事业线的画面不见了，只剩下演员的脖子和头部。扬言做演员是遗憾艺术的李治廷就呼吁大家把焦点放在戏上。那这个我作为演员，你只能好好演你的戏，别的东西你也管不着，所以就没有了。我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就大家反应这么好，然后大家都演得很开心，所以对我真的非常满意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把重点放在戏上吧，都放在演员的脸上，放在剧情，放在戏上吧。我觉得别的东西还是别太过于让它带走你的视线吧。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